小伙子，我觉得穿假包，啊，来给俺绣花绣我整，他说又咋不着嘞？那这穿假包为什么要整啊？你知不道，俺不是逮个嘴吗？哦，这是好事儿。哎，叫我绣完了也不疼我。对对对。哎，逮个嘴，我给他，我得打手镯子给他。用这打手镯子。哎，这不是穿假包吗？这你看老一辈不都说，这装那个姻缘，啊，这个打手镯子好，辟邪气，有福气，那是辟嘞，邪。你就确实有这方面的说法，因为这个姻缘啊，在老百姓手中啊，流通百十年，有一定的人气，有很多老年人啊，都特意找老姻缘，给自己的孙子或者孙女打手镯戴，辟邪祈福。人家看不上，他说嘞，他说人家爷爷都给黄金嘞，他说嫌我给这不中，他说俺没本事，没有帮他。你想想，我都一个老农民是吧？啊，在家里这也又没也没啥收入，都种几亩种几亩地。那是嘞。哎，这个是他奶传给我的，我那时候是吧，吃不上饭，我真困难是吧？我都没舍得卖，我都想让给小孩留个传家宝，留叫小孩留我下传，留个念想。哦，确实确实，有啥说啥。看你这个包浆啊，这确实是一代人一代人传下来的。俺是大爷，你也别伤心。你那个儿媳妇啊，她是不识货，她只知道要黄金啊。其实她对这个姻缘不懂，姻缘的价值是非常高的。你这个是鸠精原汁原味老包浆，没有任何问题。鸠精啊，是所有原大豆里面做工最精美的。但是你这个发丝有磨损，有一些流动痕迹，磨损和流动痕迹啊，都会使姻缘降价。像你这个，给你估到1500都不成问题。然后再看这个吧，你这个是四川的大汉，也属于军阀币的一种。四川大汉发行较早，这是民国元年发行的。当时清政府灭亡之后啊，民国成立，只有福建发行了中华元宝和四川银币。发行了大汉，其他的造币厂啊，还是用的是清朝的机器，继续造龙样。像这种四川大汉啊，发行量非常少，意义比较重大。中间是一个汉字，汉字周围呢有18个小圆圈，这就代表着参加起义的18个省，也寓意啊人民永远团结在一起。而且你这个还带板，看到这个位置没有？这个下方这个小圆圈里面有2个戌出来了，这个就是重庆的二毛板。重庆的二毛板的话比较少见，也比较稀少。你这个状态还是非常好的，没有伤，没有戳记。这个状态啊，2000多块钱没任何问题。这两个加一块的话就30千块钱了。现在小孩的黄金饰品啊，普遍不会太重，我估计就按金价算的话，也用不了30千块钱啊。那听你这一说，这卖了，我买黄金手镯啊，买一个小一点的没任何问题。那能卖给你吗？本身这都是给他留的，他要黄金手镯，我给他卖个黄金手镯，知道他，开心不就好了吗？等一会儿我给他买一个小给他黄金手镯给他送过去，知道咱们过来的能拿多少。是嘞是嘞，可怜天下父母心。他嫌俺没本事，现在说老人带的，他不想在家照顾孩子，他说他老人带的孩子都傻。这个说法倒不对，有啥说啥。像我们90后、80后，不都是你们带大的吗？对不对？你都是请保姆。他叫给他请，他人家请他过来，不叫我招呼，他自己请保姆。我也没嗯，啥的本事，我都在这拿的本事。那保姆哪有咱自己亲爹亲奶用心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啊，你给那孩子还多协调、多协商，让他从中间调和一下，对不对？那这东西我先给你收了。好，谢谢你老啊，板。没事没事。